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aron。咁啊，今朝咧就去平咗听尼撒啦。咁啊，但系啱啱咧，我去尼撒之前，咁啊呢度咧就我啱啱咁啊喺中环起行啦，6:09嘅时候已经喺大红闸等7:00。咁一出嘅时候咧，我见到架海宝号喺度啦。咁我嗰时去南丫岛，同我斗快去南丫岛。咁中途咧搭架客船都要去厕所啊！去厕所之后咧，上翻去啦，坐翻鱼尾。继续坐去，咁啊，个日出都几靓啊！过到胶尾洲之后咧，去到平洲啦。咁啊，但系今次咧，头先坐嗰架船好特别啊，就系海云号。咁啊，中间咧，其实你留意下，落咗去啦。呢个可能系第一代嘅座位咧，就属于第一代嘅座位，绿色嘅。咁啊，有啲少少星星嘅。第二代座位系绿色嘅，而家嗰啲就系蓝淡淡嘅。咁啊，而家但系咧，咁头先我啱啱坐渡轮讲紧渡轮出去平洲嗰下咧，咁啊，海云号系第一代嘅玻璃纤维船嚟噶。咁啊，跳板喺出边，入边咧其实装咗道门噶，可能系第一代嘅渡轮设计，可能系咁啊。个人要喺入要出去先得嘅，就好似头先咁样，最后先好似头先咁样啦。头先一间咧都见到个人咧落嚟，另一阵间你见到个人咧会系打开条门，要开门，跟住再开条板先得嘅，真嘅，真有噶，真嘅。开个包，开到，即系先就翻埋个门，先至俾落船啦。咁呢只船系有啲窄嘅吓，啱落船嗰下。咁啊，跟住翻中环之后咧，跟住搭住翻程搭中环啦。咁啊，偷完钱应该唔落咧，因为嗰个太声。得。咁啊，到咗之后咧，就开条板啦。正常嗰个六点就 OK 啦，冇问题。咁啊，跟住好安全地走啊！架船咧就泊咗喺度啦。咁啊，跟住前面咧，其实就有只海兄喺度瞓紧觉嘅。咁啊，海安喺后边啦。但系跟住但系点不知咧，唔够几分钟咧，架船咧就走啦，走佬。架船咧就走佬。咁原来咧，后边咧，其实嗱，只海兄啊瞓紧觉嗱，只海兄咧就瞓紧觉嘅。但系跟住点不知咧，就海安啊想走佬去平洲，但系点不知佢唔系。我睇过 Marine Radar 之后咧，佢只船咧就上咗去船厂应该做维修嗰啲嘢。另外咧，另一边厢咧隔篱咧有只海翠号，咁佢咧就入嚟去拍岸，就顶一顶10:09嗰架快船。咁啊，佢嘅船咧就终点站咧就喺喜灵洲，经平洲去喜灵洲，就咁样走咗佬啦。走佬之后咧就。变咗架海潮拍咗喺度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咁其实隔篱嘅新渡轮就冇变过嘅，系新辉三嚟嘅，去长洲咁啊冇嘢，咁啊 OK 啦。咁啊上一次咧我就都影咗相嘅，就喺个招募嗰度，咁啊但系咧影得唔清楚，
佢入學資格係咁嘅，入去公司資格係咁嘅。咁啊，主力為南丫島同平洲啦提供乘客服務，咁啊亦都有啲崗位俾大家做。咁啊，打呢個電話或者上電郵去覆啦。咁我就可以，咁啊，佢有福利就係可以去商量啦，超時津貼、勤工獎啦、酌情酌獎金啦、有新年假啦、有醫療福利同埋免費搭船調查。咁啊，工作地點有嘅，要輪班輪休啦嚇，呢、這個都要留意嘅。同埋要求咧，船長要求咧就係輪機船長及輪機長咧就一定要有本地一級牌照。維修技工咧就需要咧相關機械工作經驗、技工證書同埋有船上轉機體驗優先。如果你想做碼頭水手同碼頭水手咧，就需要就冇嘢嘅，但係都要有個基準喺度。咁如果做碼頭助理咧，就需要解答乘客查詢，要有中五或者中學文憑學歷以上，流利粵語、英文同國語應對耐心，有責任感，同埋要有具有良好顧客服務嗰個態度嘅。咁做嘢都一定要做得好啊！咁啊要係啦，同埋佢嘅職責咧就係要解答乘客查詢啦、閘機操作同埋費同埋買飛，同埋負責乘客入閘同埋控制人流。即係你可以見，我好似隔離咁樣見到，係啦。咁而家公司就有嗰啲咁嘅職位，去招募呢啲職位喺港九蘇倫。咁歡迎咁我有個 app 啦。咁啊，可以如果你真係想知道佢哋想招募咧，你可以 email 佢哋啦，或者打呢個電話25376905登記做港九蘇倫公司嘅成員啦。咁啊。介紹翻先啦，咁啱搭完船咧就好啦，今日條片咧就到呢度，歡迎大家留言啦，like and subscribe， 留意住最新片段。As always， 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 Aaron， 下條片再見，下條片咧再見大家啦，拜拜。